德云花魁的疯狂时刻。这样，咱得给大伙儿多熟悉熟悉。哎，再介绍，再多加做个自我介绍，太加深一下印象。哎，对，这个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。哎，好，我叫朱鹤松。好，我叫闭嘴。你这样吗？肯定的。哦，你也这样。那什么老师啊，我花魁在这儿呢。那我刚才那个疯狂啊。有啊有啊。再疯狂一点。我没说我穿着衣服去啊。盛世美颜，绝世美人吧。哎呦呦呦，换一个词可以了。好家伙，旷世佳丽。哎，我能问你们一个问题吗？您说，你们是不是没有见过演员死在台上啊？你没完了，你一个个的。哎呦，你听听大伙儿的呼声，呼声的多么准确，死一个。啊，不行，我要你叫我主人主公。昨天晚上那点埋汰事儿都说出来了。我怎么着，又还入秀的，来快点，来啊！来啊！怎么入秀呢？老娘看热闹。妈，你骑着我，我不行。那马不骑怎么着？他背着马呀。他背着马是吗？乐什么呀？一个个。来个马超，你骑马。给你，我骑不住他，我这样还满足不了你们俩吗？